到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有。你这不能急救一下？苦啊，真的是苦哦、啊！我没有想到这么苦，就是要赚钱原来这么难。今天所做的一切呢，就是有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到底需要花多少的时间，才可以从这个身份赚取我们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当然，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哎、欸。你来行乞，那不是诈骗吗？你本身有钱，还在那边乞讨别人的钱。但是我觉得，我们为了融入这个角色，那是没办法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收益，不管第一集到最后一集，所有的收益都会拿来做慈善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跟你要一块纸皮吗？块纸皮，纸皮，纸皮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谢谢。纸皮要不到，不给。台湾人都叫纸箱。哦，纸箱啊。对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要一个纸箱吗？纸箱。哦、嗯，谢谢你。莫名的感动，就是看那个店员的表情，看我一脸也没有嫌弃，然后就去后面默默的拿纸箱，后面还有客人，人间的温暖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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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你谢谢你。220块，然后有一个很热心的女士给了我们200块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人生重启基金来到了220块。但是我觉得这只能应付我一天的需求吧，因为我想了一下，一天三餐我们当作我们吃100块好了，100块会不会太多？哪有游民的吃三餐的？吃一餐就好。对。那一餐我们就吃50块就好，让自己不要饿死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撑个4天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没有证件？有。你这不能急救我一下。那我们先跟你劝导。我了解，谢谢。第二次发现我们会做开导。好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马上就去网络上查那个法条。你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法条是什么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，我们也没做好功课，所以这部分我也是有点拍摄。但是我觉得顺便也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啦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要把这一段删掉或干嘛的。这边100、150、200、230、240、250、276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很饿。其实这个社会还真的是蛮温暖的，就是你意想不到，就有人会给你100块、200块，那是纸钞哎，那是纸钞哎。那可以买很多东西耶，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人间还蛮有爱的，就是他觉得你需要，他还是愿意会给你的。好像是领吃的，你看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碗。大哥这边是排队领吃的吗？对。几点会发啊？慢点的话算少一点都没关系，谢谢，感谢。你知道吗？好，谢谢。是不是台北车站蛮多这种的？因为
因为这边的附近的街友会比较多。哦，欢迎收看《美食公道博》哈，街友篇。就我没想到，原来台北车站附近这么多这种发吃的地方啊，就原来是饿不死的。就是如果你愿意走路，你就有饭可以吃。然后说实话，我不知道现在几点，但是我现在蛮饿的。看一下菜色啊，马铃薯，很软，马铃薯味很够，咖喱混薯很入味，白饭煮得好啊。哦，真的说实话，好像真的一无所有了。如果你不是放弃了自己，好像也不至于状况会变得这么糟了。我本来以为真的好像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，所以我说啊，在台湾真的蛮幸福。小爸，小爸，走了，买便当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终于走到这个公园饭包，50块一个。那我们总共今天赚到的钱啊，我们用"赚"这个字好了，好听一点，总共是496块。那我把他们那份捐了，加上我自己也出一份的话，就总共1000块了，就买20个便当给台北车站那些街友先吃了哈。要吃吗，阿北？有啊。哎，有啊。吃过了吗？舒服多了，这里舒服多了，哦，可以睡哦，这里应该睡得着。明天早上再去洗澡。哦。现在是半夜2点，我们去看看透一次现在在干嘛。哎，你没睡啊？超冷的，又冷，蚊子又多。好，不要说我们对你不好，我们带了一件外套来给你。不要，我现在街友啊，这样影片就没有真实感。早安啊，各位，今天睡这里有点后悔了，实在是又冷，蚊子又多，还旁边会有些人在旁边叫，我不知道在叫什么。反正今天整天下来的那个感想啊，苦啊，真的是苦啊。我没有想到这么苦，就是要赚钱原来这么难。